要不然还是男的啦，为什么两个老人？谁为什么讲两把枪？快乐，丢，还有30秒好了，不要浪，不要放弃啊！来，快点换一条，你习惯他放弃了，54个。好，要不然换一条，好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直接。5秒直接换掉。指定赛挑战赛，我们来指定挑战什么？我也压力来，好来，你们要做的是，哦，排骨，好难哦，各就各位。好，最新的一个我们的规则，对，新的玩法，从来没有一个单元里面可以用到3张求救，三次，这个。来，一人发3张。师傅，你觉得看不下去就暂停。哎，这次真的是大放送，是你真的要加油。谢谢，好不好？师傅随时都会喊哦，好不好？计时开始，带了3张牌过来，你都要避开。好了，学长，居然要停了吗？就这样子，要不要先弄一张啊？对，还有3张嘛，先弄一张来试看看，因为前面这个关键蛮关键。怎么一开始两边好像在中网一样？小赖，你现在在打锤子吗？就打钉子吗？就打肉烧。打锤子，打肉烧开。好，停！啊，停了！你是叫这边停，叫那边停，我在看这边，你叫这边停。我们这边尊重一下学长，彭立翔，我们现在在我这边。哎，尊重一下学长，学长拿出来。停！来，收。学长拿出来。小赖，小赖，先选几号？1到6。四。Number 4。你选到的是。顾问儿哥指导60秒，掉八嘎，掉八嘎，两丢，来，我是不用担心的，继续听哦，可以啦，儿哥哦，好，来，开始，记得吧，爱爬火亏，你不用台语了。哎，不用看呀，这块肉要打用力，它才会比较嫩。就像这样拍，你用唱的，你不能动作哎。不会啊，哎，好像动口不动手。你要用力，捏碎它，再用力呀，再用力。你加盐，电话开始了，用阿爸给你看。你用阿爸给你看，你加盐，煮加温暖吗？要捏捏那老最暖。电话开始了，为什么两个老人？谁为什么讲电话响？快乐，丢，还有30秒好了，不要浪，不要放弃啊！来，快点换一条，你习惯他放弃了，54个。要不然换一条，好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直接啊，后面5秒直接换掉。球球怎么会这么唱啊？前面有三次。没有关系，我算很生气了。赶紧，没有那关键，不是啊，那歌不会唱，你又没用，没有用啊。对啊，是不是？电话刚太难了。嗯，好了，刚刚宝浪好像要求救，是不是？要擦。来，我们要求救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来写一下。好了，等一下啊。我们这边有用一张题，来，我们打开，反翻，1、2、3、5、6。五，开。顾问不说话，下巴指导六。他很厉害，这个超难的。这个超难的。宝宝是不是下巴？哎，他今天都是用下巴指导。嘴巴会说话，特别短。来，计时开始。那我要先炒蒜末了吗？哦，不用啊。这有样学样，小孩你看得懂吗？那看他的下巴。米酒。麻烦你可以做别的事。哦，我要做别的。他刚刚交代你的事情。哦，我交代好。哎，秋宝，你这样好像土地公。交代我的事情。我可以不要摆后面跟前面吗？我给你一个蛋白哦，我帮。有没有土地公是这样子哦？有没有？哎，其实我真的看不懂。哎，我这也看不懂。我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哦。好好好，加油加油。好放松哦。他在这里。弄起来，然后还有这个。来吧，全部在一起。对，还有一点点这个汁，一点点的好好说，来，一点点慢慢下，对。3、2、1，学到，土地公回来了，土地公回来了。这样看来，第一个求救都不算太好哈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后面应该会越来越好。没有，他给6个玩都是一样。哎呦，完了，下一个又都是有战术，下一个又唱别的歌了。唱歌不会的，应该都用掉了。然后等一下用鼻子指哦。剩下4首都是。啊！只要不要掉马嘎都可以。了解，要会唱的歌啦，对不对？准确，你在叫什么？用糖醋排骨吗？没有糖醋鱼有。那你的鱼是用煎的。
鱼炸的，炸的哦，再加上它现在只差那个而已啦，排骨啦，嗯，排骨炸需要时间哦，对啊，排骨下油锅炸需要时间哦，要快哦。